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来来来，那个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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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穿起你的裤子，走你的裤子，重要东西带一带，确定都有带哈。我都有金苹果，苹果都带了。有人身上还是保护衣的铁吗？铁衣物啊？没有，我是保护衣钻石，大的银的，他身上我可以隔。你们走好快啊！走，开始压过来，等，哦，知道了，压过来了，好，然后迷路了。哇！你们谁身上有铁锭？我有，拿去。25，来，给我。过去的话，前面，下面，你们先去，我帮你们捞岩浆桶。好。这边才9哎，慢慢挖。一二三四。但没有之前抓爆好了。你是想要挖到20是不是？你要吗？可也是可以啊。打之前再挖挖看啊。好啊，那这样的话，基本上我们就是赌最后咯。嗯。也是啊，我觉得在地表不是想要避战，是在地表应该打不赢红队。他们应该都，好装满满的。这里是哪儿？哦哟。哦，哎，小心，举盾！哦，有点恐怖。你们是直直走吗？对。好，这个又补起来。我赌的。上面。我这边打得到。一个酷攻。中心点了。哎，小心！举盾！不要打好了、啊。来，发东西。开一个洞。好，拿到。有的时候就倒吧。还有人没拿吗？有，拿了、我刚爆了，爆完了。我吧。那边还有一桶。被吸走。OK。我在我身上来，我丢出我的剑，对哦，我这边要清东西哦，不要靠近我哦。OK， 不要推我哦。我看 ID 了，刚刚你做铁什么？我看到 ID 了，对，有 ID， 很近吗？我觉得我们要走，因为这边是那个大洞窟。对啊，他只要一挖就挖到了。挖什么？要挖出一个？还是要去20层挖？毕竟比较有可能有黄金。好。不然辛苦他们挖喽。反正我们有那个嘛，直坑就还好。好像是4个人四个人应该是哇！发光，红队跟黄队。会亮啊！按了没用啊！啊！希望他们打起来，可恶。对不对？我们另一边有人吗？另一边没有。那我们就往另一边。好像都没有人。一二三，对，剩3队。一二三，地表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汪嘞！汪一个一队。好吧，给他投。找不到汪汪。等一下，汪汪剩最后一颗星。哈哈。他怎么玩的？他快要叽叽了。好，你们附近挖，我跟你讲，我去挖一条往陆地上的。好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在地底啊，安全的路不就在地表吗？应该就是这样，没有怪啦。那我们先爬到那个好不好？我们爬到最上面去，做一个就是最上面先撑着嘛，顶到最上面。反正他们现在还没有攻占最上面啊。好啊！反正我就慢慢用螺旋往上挖啊，你们就继续看有没有黄金。他没有过来再喊，挖点石头、啊。反正了不起，最后就是一人一格往上垫。就是往上垫，垫到最高，我们自己弄个平台，然后倒岩浆，至少增加他们移动上的困难。
我磁碟爆满了。啊？怎么？哎、欸，有人想挖过来吗？有吗？欸、红队离、欸、我们有点近、欸。红队的越来越近喽。哎、欸，那哎、欸，真的，他想打。走，哎、欸，往上，大不了就是到岩浆堵这条路。对，走。那个，帮我上面开个路。哎，你小心哦，我差点到岩浆哎。小心。上面，挖开上面。差个火把。我看到红队吗？有，正在。他们离我们好近哦。他们是不是很近啊？啊，抱歉哦，挡到就麻烦你们。很近的，可以。上面要帮忙挖一点。我把我这个路堵起来。阳光。我的岩浆桶来不及啊！不见了吗？对啊。秋风机关没启动。什么？好，没关系，他在设定。哦。欢迎你。红色的他们在哪？我没看到。我们下面，不用理他。正下方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现在看不到嘞、欸。我们快要发亮的了。我挖到土了，怎么样的机关啊？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！我听到怪的声音，应该是还有怪哦、喔。吓死了！我要再吃一个金苹果。我这边还有。等。你好，几颗？怪物已被击。有，我还有一颗。已经没有怪物了哟。哎、欸，吃金苹果是可以直接回满吗？还是只回两个？回两个，就回它的量而已。快，我们先去占领天空。我没有铲子，帮忙打一下，哎、欸，天空来了，哎呦，按错，不要打我脚下，上来了，打出来了，中心、欸、那个蓝的在附近呢、欸，汪汪走，要去吗？搜刮他的妆，他只剩一个人。那个这个下面要干嘛吗、欸？没有了，你要倒岩浆是不是？我倒了啦。我们有两种做法，第一是我们自己先占领点，第二是我们还是去占领点好了啦。因为他迟早还是会出来啊。好，在地底。对，他自己会出来啊。那我们可以看要不要去揍汪汪。然后也可以盖一个天桥，盖，我开始盖。这边，你们抬头看是我吗？在这个点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垫高。汪汪好像在蛮深的哦，靠近就看不到了。所以那个我只有那个往上。汪汪的做法应该是直接会那个。你有确定是中心吗？还确定吗？那个。我不确定。20163。20，你还要往那边盖一点呢、欸？不要，你看的那一边啊。哦，你好高，你要叠了吗？好啊，也叠啊。我是跑不够，用你们身上所有的石头。有，我还够，还够。那我在叠之前拔个木好了。哎、欸，获得木头，我获得了，恭喜你！小心哦、喔，终于有获得成就啦、啊！等一下再铺，我们铺一个小平台就好。难怪你没有附魔师。对啊，我们盖个小平台，这样他们从下面也射不到我们。对，比较有保护，小心哦、喔。我有在看，附近都看不到发光的。好，对啊，发光不知道显示是多远啊，还是一定特定的距离吧？对啊，这样代表他们都离我们太远了。嗯。哇，好悠哉啊！
感觉他们就是弓箭很多啊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打到最后小平台战就没差了。打吗？打，我们举盾就好了。是不是要做个斧头啊？哎、欸，国王上来了！哎、欸、哎，国王上来，国王上来！没有哎、欸，他亮一下又没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有看到他亮一下。我想说，如果他上来，我还可以去打。怎么了？他还是在很下面哎、欸。给你盾是因为哇，什么东西？有人抖我死没？哇！我差点摔下去了。好会啊！哦，我剩最后一组了，我石头没有打很多。没关系，我这边还在伐很多的木。还好，而且还可以种树。还没有看到人吧？你那边没有？你需要更多石头吗？我也、啊、有水跟岩浆，对不对？来，鹅卵石制造机，我们开始空岛生存。空岛生存。我也上去帮你们。这样感觉没有盖很高哎、欸，100格而已。够了啊，够了啊。OK。哎、欸，那个我要挖一点。哦、好。要烧玻璃啊！我们有个大平台就 OK 了。好可爱哦！看不到其他队啊。嗯。等一下，他们就上来了吧？他们一定要上来了。没有啊，不一定啊。不一定，在地底也可以。欸、对、哦、他们也会在地底下。对啊，在地底也可以。我们应该也是，嗯，仅存的最后的紫队跟红队。对，剩紫队跟红队。好多熔炉，想烧也能，你没问题啊，就继续烧石头啊。完全就是可以继续练啊。我把东西都丢在下面，是没东西好烧了。哦，超多的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靠哟！基础，你现在才基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基础来的有点晚。哇，他们还不出来哎、欸！嗯哼，木头现在会用到什么吗？应该还好吧？还好。哎、欸，铁针，刚刚谁拿的、啊？有人拿吗？我没有，好像就没有人拿了。哦不，我好像没拿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烧铁。又想干嘛？垃圾哦！为什么我没有铁针啊？奇怪，要做吗？我这边有46个铁，我这边16个，我还是可以放个保养。观众一直在骂我巴西，说我刚刚没有吸到。走得很着急齁，哇，红石砖都出来了，我们好富有、哦、青金石砖该来开地拿了啦，一个东西没有拿到，也还剩一颗钻石啊，谁摔伤？谁是谁？摔到啦我！哎哎哎 ，Watch out！ 啦 ，Watch out man！ 哟，我还想要不要先把血回满呢、欸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跟你讲，那个开战之前他会提醒，就是我们被传送之前他会提醒，所以到时候可以再来。OK，、欸、我们那些死掉人是有些都在偷看我们。对啊，对啊，他们就是在播报啊。